所以你请继续为我们弹这首诗歌的时候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我们的心里这样的回想中一起来看阳光普照，蓝天白云，家人团聚，我们可以外出远行，或者是有机会在家休息，这个真的是美好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。主耶稣更是乐意在这喜乐快乐的时候里面，他要你有机会去看见，你可以慢慢的走过来。今天耶稣要医治我们，使我们身心灵恢复，我们出去玩需要精神体力，面对很多的客人亲友来访需要精神体力，同时你会代谢了许多过去的感受和遭遇，在这时候圣灵正在感动你，你会不会想起一些的事情，想起一些遭遇难以忘怀，甚至有时候难以面对，你可以跟耶稣说，失去亲人是一个伤痛，是一个不可能再回去的一个过程，但是耶稣可以在敬拜当中的时候他安慰我，他让我看到我的父亲，他以笑脸看着我，他回到天上的家，不再病痛，不再难过，因为但是你可以告诉耶稣，他愿意帮助你走过来，他借着祷告，借着向你显现，借着要带来在你生命中的人，带给你安慰、扶持、力量，还有生活上交往的关系，这是你安排。这也是你外出遇见神要与你同在，如果这是你今天乐意要经验的，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邀请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，这是我愿意跟你分享的一刻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我们的思虑。